家好，我是杰，我这次呢，我就让大家介绍的就是这辆 Tomica Honda Fit， 它的 Tomica 编号就是66。接下来我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前面、它的旁边，它旁边的车门不能打开。它后面的车门可以打开，它旁边的车门也不能打开。再回来前面，它的车顶，它的车底我们可以看到Tomica， 它的编号、它的年份、它的字。好啊，现在我的介绍已经完毕了，记得subscribe我啦，拜拜。